再一次啊，感谢我们咱们东西村的各位领导和这块宝地，咱们天津呐，东西村能够召集到全国十几个省的人来这学习，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也是啊，这么历劫咱们这宝地上古圣先贤，这是在这是非常啊有灵验的地方。也是咱们在座的各位啊有德的大家呀、啊、听众朋友们呐、啊、大德居士的德招感召，所以我在这呀、啊、能和大家结缘互相学习，也谢谢这块宝地，谢谢大家。昨天呢跟大家呀、啊、学习汇报一下关于学习王弘毅姓名哲学思想家道这个部分，我们跟大家汇报了一下关于五伦十义男女八德以及姑娘道媳妇道老太太道夫妻道等等，当然我说的也仅仅是一点点，在王弘毅姓名哲学思想的理念里边是广阔的无穷的，那么要真正很好去进一步的学习家道伦常，我们看一看有个呢余从云讲的哎《伦理家道》这本书，看一看王元武讲的有个《家和万事兴》，中国华侨出版社一本书也很好。今天我想呢，就是说昨天讲的说家道伦常，讲一下王弘毅姓名哲学思想里边，他特别关注，就临终的时候还再三嘱托要搞好根本教育，也叫六部教育。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我想就是昨天讲家道伦常这一块，哎，把呢育人工程跟大家做一下交流汇报，他们是非常相关的。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听话？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得病？什么原因？得找根儿啊，挖到根儿之后才知道为什么。所以王弘毅先生啊通过实践格物，哎，在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一目了然地看人像玻璃人似的看出来根儿都在母教上。母教有什么事呢？什么是母教呢？就是啊夫妇结婚婚前教育和胎教以及生出来哺乳，就讲的土话说叫喂奶，这一段教育又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每个家庭，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每个老大哥老大姐，每个兄弟姐妹，包括我们年轻人，哪有一个结婚不想要一个不想生育一个好孩子呢？没有一个说我生出一个败家子才好呢，没有一个，我也相信谁也不想。我每个人都想生一个首先聪明智慧孝子贤孙，也要知道能够学业有成，将来事业有成，能给国家做个栋梁之才，能接续我们的家业，能够光宗耀祖。哎，有信仰人想更好，想生一个佛菩萨类型，将来弘法利生。
可能在座的这个我想都会有家。那怎么能够生育一个这样的孩子，这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国家，我们中国人，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宗们就有这先见之明，哎，早就总结了很成熟的经验。但是啊，一段时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把它淡化，由于社会的变革，朝代的不同，思想意识不同，所以一段时间，特别近段时间，改革开放使得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冲击到我们的东方人。当然科学我们是要尊重，那么也带来一些个很多负面，大家没能够很好识别，而且就随波逐流，和更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特别伦理道德的缺陷。百年前王凤仪先生就给我们提出了六部教育的方法。六部教育，六部教育特别是第一步叫做根本教育，也叫做婚前教育，也叫做孕前教育，因为已经生一个就不是婚前了，哎，所以你要想生第二个前叫做孕前教育，这很重要。教育啥？哎，我目的是想生一个好孩子，怎么生？那么叫做六步教育，教育啥？当然六步教育这里提出来特别前几步，说第一步是根本教育，也叫做孕前教育，第二步胎教，第三步叫襁褓教，襁褓教就生出来解完脐带，他在肚脐在一勒的时候这一段强制他呢，哎，但现在我们国家也提倡了不让他太强制，让他自由，不用太绑。还有一个哺乳教，怎么去喂奶，然后婴儿教，最后到一个社会青年教育，我们主要是研究前三步。所以我们常说，常跟大家讲，用现在的名词讲，这叫育人工程，把根本教叫育人工程的首要，把胎教叫做育人工程的关键，定向育人工程的关键，定向育人，哎，把呢婴幼儿教，这个叫做正向疏导，必不可少，这么三步，剩下就是我们用社会教育。那么为什么，或者是呢，这么教育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研究，我们要去研究，去挖掘古圣先贤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大家都知道崇拜的是孔老夫子，孔老夫子的父母，特别呀，他的母亲是非常一个孝子，他父亲呢看中孔家，说人家呀非常正直，说这家非常好，咱们把你们几个姑娘，三姑娘，说你们能嫁到他家，这是父母的心愿。可能跟大姑娘二姑娘都不想嫁，说这个岁数太大了，咱家还不太富裕，没想去。那么呢，孔夫子的母亲，他孝顺他的父母，说母亲，父母想要我嫁给孔家，我愿意嫁给孔家，嫁给孔家，这是第一步孝。第二步孝到人孔家，人家夫妻能够立愿，愿意我们结婚生一个像周公那样能够治理国家的一个帝王之方法，能够像周公那样治理国家，发的愿，在泥丘山上同时发的愿，这叫有愿力的，
有愿力的，完回过头来能够按严格次戒，严格次戒这个非常重要，果然生出孔子。哎，那么当孔子生出之后，他母亲在教诲他时候，在五岁的时候就也攥拳地说，我一定要像周公那样去学习，做一个治理国家的一代圣人。果然从小自己还有志有愿，最终到现在我们是一代历史，哎，是一代圣人，到现在我们都很尊敬他。这就是他母亲父母立愿而来的。我们现在立那愿了吗？还没说挣多少钱，现在一立还挣钱，怎么想着能欺骗着钱，哎，朝双方父母整钱，完整个轿车整个洋房，你立着这愿，那孩子将来就整一个比你还贪的愿。说近代最近大家都知道，说你王凤仪先生在《新民主义学》里也提到山东历程，就是说山东嘛，山东有个叫江西章，说你四岁能写四书五经的注解，写大千图说，画出来各个法界的文字和修多少功德能到哪成天上，还能写西战论五大宗教应如何去在社会上搞团结，达到世界大同。几岁呢？从四岁到九岁都买这些著作，那小字亲手的小字跟咱现在印刷体都一般大，能够写出来，咱们把它叫做生而知之，叫神童，当时就定命为神童。他又怎么生出来的呢？他的父母也当年在泰山有所祈求，愿生一个像能弘扬孔夫子哎文化的一个孩子，这样去求。然后你严次戒律，最终生出孩子来清净先天聪明智慧，生而知之，特别要有礼愿，然后要守戒。守什么戒？这个就是大家要问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因素。那么王凤仪先生就告诉我们，想要生一个优秀的，说孝子贤孙，佛子佛孙，国家栋梁，要男的要性情轻，那么性情也是天情，天情就是父情，性子要轻，女的心要轻，那叫你心情，实际叫地宁，那么也就是母亲应该心要轻。怎么能做到轻呢？就是男的应该按男八德去做，女的按女八德去做，很简单，就可以这么说。然后叫天清地宁，这样两人在一起孕育的孩子就是神童，可以说是赛神童，不是救世，应该是比喻赛神童。如果天不清地不宁，男的吃喝嫖赌穿戴裤，女的也是穿戴裤，男的嫖赌出车吃喝嫖赌吸，女的吃喝穿戴裤，自私自利，那叫天也不清地也不宁。生个孩子是啥呢？糊涂虫。你想要糊涂虫还是要一个神童？土话说天昏地暗生个混蛋，你真是生个混蛋，你后天老师你再能耐，你学弟子规律你再能耐，你能把混蛋整了？混蛋大家知道，抱起几天小鸡仔，鸡蛋臭了它不出崽儿，混蛋它出不了崽儿，出不了事儿。所以说你必须得先天这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把婚前的教育孕前的教育叫做
育人工程的首要，就是想要生个好孩子嘛，注意，但是还要具体方法，那就是再具体一点，怎么去做？那就说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内在叫主观的，外在叫客观的。那么主观什么呢？就是我们新婚的夫妇两个人从心上、性上，包括身体上，要调整到最佳之处。当然，怎么调整，这个面就更广。用现在科学讲，首先不近亲订婚，有血统关系，就叫择偶嘛。说是姑舅两姨，这里有血统关系，不要在一起订婚，容易产生畸形。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说呢，咱们不说讲门当户对，也要看这人的品质。品质不好，那都有遗传基因。或者看家境，他们家都是吃喝嫖赌的，从小他血液当中就灌输这个东西，到你家来你教化都不太好教化。当然这么一说呢，好像对象找不着，但是我们讲，我每个人你家境都好了，你不愁你家姑娘媳妇找好对象。如果你没做好，你都知道你家吃喝嫖赌，说点实在的，明眼的人、明理的人真不愿意找你家这孩子。这是择偶。再一个就是说呢，内在性子要轻。那性情我们现在讲的就讲五伦八德，你能做到了，你当然就性情；你能按天理道理情理这些事情去做，这都是性情的。我们要讲三界的时候，大家再进一步跟大家再提出三界的概念。那么这个办法就说呢，怎么能进一步的再说呢？就说这个主观，就首先这人心性要好，要有一个慈善的心。这样说要有善良的心，然后呢能按伦理道德思想能去做，这个男的女的都是一样。那么准备什么时间呢？要是就为啥要说戒律问题，你在这就第一步就要是考虑戒律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啊，我也请教了在世的近百岁老人，就是有也研究育人工程，他都告诉我应该在提前三个月，当然这也是科学，后来我查科学书也要求三个月两个人之间，一要有计划，二还要有开始分床，三个月就要开始做准备，就不要在一起再合房，都说养精蓄锐，确实是男女双方要把精神头精气神养足。为什么说三个月你要有抽烟喝酒不良嗜好就开始掐断，酒和烟就不要在你身体血液里边还在存留，三个月让它排净。另外为什么三个月说人男的精子女的卵子成熟大约两个半月，那么在它成熟生成这一段时间提前我们就清净了，没有不良嗜好的污染，心上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恶心恶念的污染，身上没有不良嗜好血液当中那些污染，从三个月就要开始，男的女的没有污染的情况下还要升起一个什么呢？信愿的，愿为家族生个孝子贤孙，或者愿为世界生个栋梁之才，或者愿为法界生一个弘法利生的劝世化人的一个圣人圣子。咱们现在全国全世界都学习孔圣人，
虽然就建立几百所330多在世界上叫做你孔子学院，其目的是啥？让人调整心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世界大同。这是一个从社会说，从个体上说是啊，成贤成圣。那我们就让他伸出来一个直接是成贤成圣的苗子，而且就让他试，就得从这开始下手。这一段时间开始，然后你说要有一定的愿力，想生一个什么样的，两个人都发这个心，就想才能够合一，别同床一梦，那就没个好。在一起睡觉还想着前头那个朋友呢，完了。这是一个内在，叫做内在天情。还有外在，换句话，客观环境因素，那就更应该注意的是，两人有计划的，大家好，首先还要知道这个人呢，什么时间能受孕，那叫长入到女同志的排卵期，在什么时间，可能在座大家女同志都知道，这是自己的生理知识。说当例假，哎，来期从开始计算，说14天前后，有的说在干净以后，哎，3到5日，这个一段时间是受孕期，但是也不完全准，它是根据人的身体状况而言的，因为例假期周期不一定都是28天，平均是有的可能30天，有的可能26天，差几天，但是这个呢你自己找。知道什么时间到排卵期，当然你的体温呐、你的心性啊，自己都会自己会掌握知道的。这个时候再到一起，这样的话就一次就能种上。这是呢内在，那么外在呢？想要的时候何妨，还要看看环境。这个环境首先看看，从天体上来说有没有雷锋暴雨、雷光闪电。比如雷光闪电，当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刮一个雷，雷是一个闪，闪的一个雷电及亿万伏的磁场，它可以穿透，你让你眼睛都能看着光，就给你穿透你。这个时候很容易伤害精子卵子，生出孩子可能是多手指头、少手指头、扒拉耳朵，就容易造成先天不足残疾。那么这雷雨天，今天就不要在一起合法，推迟一天。同时还要注意，当然你不光是雷光闪电，沙尘暴、下大雨、下大雪、地震、海啸，都是我们地球磁场造成扭曲、造成变化，人体很不适应，这叫回避。还要注意自然的那个场能，也就是说呢，四离日子、四绝日子。四离日子，就说四绝日叫春分，哎，立春、立夏、立冬、立秋、立冬，哎，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个日子在一起，头一天也不可以，第二天不可以，这算2天，不可以，这个叫磁场交汇，这个开始，甚至咱细点说，初一、15。这个你是他的磁场不正常，要注意。而且这个四离日、四绝日，就我们不要孩子，正常夫妻在一起过性生活都要回避，否则这天伤害你男女也是10倍以上，我们都要回避避开。为啥我们应该活100多岁就70多岁去世了，往往不注意，有无形当中我们就受到很大的伤害，把小命就给整短了。所以在这边注意一点，这是外国的。还有一个基本环境，当然应该要安全、安静，没有紧张、没有恐惧。但是现在生活条件都很好，
哎呀，结婚了都有一个新房或者一个很好的新房间。当说过去啊，哎呀，公婆睡着一铺大顺山炕上，中间拉一张布帘叫幔子。你说炕头是公公婆婆，炕梢是小两口，喘一口长气放屁都不敢，你说那多紧张啊！这紧张你要是啥，生出孩子就是啥的内向，说句话都不敢说话，不敢发言，拘谨，他有影响的，所以他放不开。一会儿我跟你多讲几个例子，大家更是正视这些个要注意的重要性。这种环境就是要做安全，两人都能放松，没有恐惧，没有紧张，那么生出孩子就特别大大方方，自自然然。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不要在三光之下，日光、月光、星光，甚至灯光，这是有一个书上有一些个介绍。但是这个咱们现在说不敢说完完全全正确，但是古圣先贤在书上有记载，我们呢，我说这些个大家可以借鉴。换句话说，大家有年轻人也可以呢，我们呢亦可以经常办婚育班，专门研究讲学这个问题，可以报名，我们可以申请之后，你在什么情况下，你打算什么下，我们做记载，百年之后看究竟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是什么样，我们最后在几十年百年之后再告诉大众，就这么的就绝对对，让他有记载。现在都是啊，比如说中华道账上我有一套，我就看这个生育工程上，哎，说的跟现在科学有所差距，这个他都写的，但是现在科学呢写的不一样。比如说呢，要想长寿型，说是应该在长寿聪明智慧在，说是就是这样叫做呢阳生的时候，阳生应该在子时之后开始，那么子时又是一个交接处，说子时不可以，哎，那么呢就应该在呢一点到三点这块，他得在鸡叫前，这些比如说就是彭主他就提到这个时间，说你生出了孩子说老寿就是长寿，聪明智慧，智慧比聪明那就是先天生而知之叫智慧，聪明是后天学而知之的积累，说这个就非常好。但我们现在科学有个呢胎教育三百天，我看了一下，也是咱们呢社会科学出版社，他说是应该在9点到11点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在一起，说这个人得到充分休息，然后呢受孕完之后还能很好休息，能躺着，然后呢便于你受孕，他是用这个方面，但他俩有一定区别，这两个时间我们都可以用，但是我们要记载究竟哪个好，这得有一个，我们是要说这是一种借鉴。这是一个受孕之前，在这个环境啊，我们说还有很多，说月光之下，另外两个人不要在什么厨房啊什么呢，不是正常的场合去，两个人在一起不人话，都犯很多说，特别在庙宇上，在你坟地上，在不净之处的厕所旁，在厨房内等等，在一起受孕，将来生出孩子来招邪，得怪病、短命、奇形、短寿，大家往往很多不注意，往往两人好了没结婚呢，在外边，把外边就控制不住扯一起怀孕了，这赶上点儿正了算不错，赶上点儿邪了你就招邪了。不但招邪，特别母亲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母亲的罪过呀，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回避，所以我们一定要正常的。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参加几次婚礼，过去讲拜天地，现在往往
哎呀，给父母一拜，夫妻对拜，大众一拜，完事了，忘了天地了。大家不知道啊，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命啊，是天地给的。所以在座大家知道，孩子们要结婚，我们一定首先要一拜天地。谁把这个缺少了，你就忘了敬天敬地，说报这个天地啊，你就忘报恩了。我们应该补上，当然不是补上，今后我们别忘掉。所以说，就是说在这方面，当然呢，为了受孕合适，能够受孕的好，说知识应该正常型，你给同事养过，不要你那36种、72种花招，那不是正常受孕，孩子将来就是畜生。很多人不注意，有的时候讲到这是啥科学，没啥不好意思启齿的，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为我们家族的后代负责任，为我们社会负责任，为我们人类负责任。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而且我说是仅仅提一点，还有很多应该你去更详细看一看，或者在婚姻班上我们更详细多说一点。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你都没做到，你先天就像我们科学种田，首先说选种，你种个茄子你非常想吃西红柿可能吗？张说大家吃糊苞米烤苞米，你想吃个粘甜苞米，种的就是那个大马牙子苞米，你能吃它能粘能甜吗？所以说这选种很重要。那么你选种，种是啥？男同志，种子。男同志这一段时间就应该不良嗜好掐断，把心性调平，不干过力的活，不干过力的事儿，然后呢再加上心情平衡，然后呢这是选种问题。第二步就是女同志想那叫整地。地你说咱大家都这现在这咱说东堤村这就是农村，有很多地，下完大雨你去种去，黏的糊的，你种上它也不出，容易落了，籽儿容易捂，不可以。干旱的直冒火，一点潮气没有，你种上也不除，除了之后也干不死。这就女同志性子要清，要宁，这个性清宁啊，还不急，就是不躁也不落，火叉叉的，生出孩子活不长，闷着吃的，跟谁都怨气不争，是天天闷闷。有句话也不说，闷大劲儿叫属寒，寒种上籽儿也不除，不怀孕。所以这都要注意，应该乐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还不要太狂躁，但是还不能一声不吱，一天天光闷，太内向大劲儿了，叫阴水不可以，叫做燥火也不可以。所以火性水性，为啥说土性是能生孩子呢？土生万物，能有一帮一帮生。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简单说到这个，就是第一步，我们想想我们生育孩子做到没有？因为你也想想，你生的孩子前为啥现在那样？你要知道，你什么样心情，将来生的孩子啥样？什么一母生九子，九子有不同也不同，为啥呢？因为你时间段不一样，生活条件不一样。咱们在座的说，61年前有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就有一些个心情波动的时期，这个生的孩子性情完全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得传染病时期，哎呀，那心情那种恐惧，还有家庭又赶上一个有去世的人，那种悲愤，生出孩子都不一样。他都按照你心情表现出他一生的情绪和性格。那我们知道这道理，我们想象他能够心要平平和和。甚至我们也常提，如果赶上我们地震了，家庭去世有去世的人了，这个半年一年我们不要喊，把心一定要那种悲愤呐、那种紧张啊、恐惧的心情平静下来，再好好的要孩子。
不然的话心情不平衡，生出孩子就不平衡，容易得什么抑郁症啊，哎，狂躁症啊，多动症啊，甚至呢得些个奇形怪状的病。还有一个就是说，性格上说吃五毒的人，好生怒恨怨恼烦的人，生出孩子就容易在心肝脾胃上得病。魁梧伦的人，不忠不孝的人，生出孩子就是一个讨债的，身体还挺好，就是收拾你，天天要钱，不干正经事儿，就是大不忠不孝。有的他没病，但是他就给你来个呢，来败家子儿。我们要审视。这时候呢，我们在怀孕之前，还有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从简结婚？别给双方父母带来的太大的压力，特别别给婆家，哎呀，要个房子又要三金呐、啊，又要现在说是四大件，现在又要什么好多说法了，又得要什么的带色的，这色那色的，花了10万、20万、30万，不然就有的家没那条件借款，但借完款的时候，结婚了。马上得开始还钱的时候，天天有思想金钱的压力，但是不还不行，你有啥用呢？把那些买完东西放在那摆那了，带身上有什么用呢？你装饰一下能咋地呀？你要知道给你心情带来多大的压力，和在生活当中一段时间你怎么去还钱。当然你总在起心动念还钱上上火生气了，生出孩子来发烧，哎，肺炎、咳嗽、肺经的病，大劲儿的，你再生点恨怨气，白血病都出来，很是可怕。然后呢，你在怨家结婚了，你看我还得还钱了，公婆又不给钱，他家没钱，天天怨公婆怨平公婆，生出孩子脑袋都疼，你有啥？你犯上了，完你自己呢，时间长也得病。我们从前结婚高高兴兴的，乐乐呵呵的，哎，挣一个是一个，我们逐步的发展就非常好。这是要我们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家族、对人类负责任。这是前面一段，我就简单了说这么多。再就是、啊、胎教，就是受孕以后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看书，哎，一个月、两个月，刚刚临床问题不大，开始三个月开始了，成型了，有一个小豆角粒那么大，然后逐步逐步的，特别一到啊，说实在的，四个月、五个月了，开始生成，非常之快。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注意？当然，我们最简单好记的一句话就是。视听言动，皆去非礼。皆去非礼，视眼睛看的，听耳闻的，言说话说出来的，动我们一切的行为行动，皆去非礼。什么是非礼？礼我们常讲，三界里面常讲，说是天理、道理、情理。哎，天理是个大自然的一些个规律，道理伦常大道理，情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那种尊让，皆去非礼，别做那些个不符合于理的行为的一切事情。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眼睛是两个摄像机，现在我们的摄像机一样，你摄什么像，将来回去一往回放就放什么片儿。换句话说，你摄什么像，里头长什么样，生出来孩子就那样。那我们得摄啥像啊？眼睛的摄像机，我们看好的生好的，当然看不好的生个糟糕的。这里边一定要注意了，
别看人毛病，看人毛病，那毛病到你身上生出孩子生出就那个毛病的，特别可怕。就这例子多多多。比如说，我说两个例子，在我们蛟河生个孩子，蛇皮，从头到鳞皮，像那个鱼鳞的蛇皮那样，两口都挺好啊。什么原因？现在那关老师，我们常在一起，你先。